水货 Note H 杀到八核开价8580元。好似纸咁薄又识得卷曲嘅屏幕技术，自从旧年出咗 Galaxy Round 之后，似乎唔再新鲜啦。不过当你玩过第二弯 Note H， 可能又会改观呢。佢嘅水货版终于杀到，但个价都几吓人噶，日版同韩版差成2000元，咪就系贵咗喺个八核度啦。用成功偷位嚟形容 Note H 一定冇错，个 mon 阔5.6寸。同传统嘅 Note 系列似乎冇乜分别，但好玩在梗系右边嘅 Edge Mon 啦。除咗支援轻触式操作，仲收到大量资讯，好似打电话、上网、联络人 icon 等等，都由底部移到去 Edge Mon 度。仲有三款任意玩法，有新机到手嘅，不妨试下啦。开咗相机 ，Edge Mon 会显示设定 HDR、摄录同埋切换模式等等功能。右上角仲有虚拟 shutter， 影起嚟零射就手，显示资讯仲系佢嘅强项，好似天气、温度、股价等等，直接捽下个 mon 就睇到，有晒方便。试用过发现，收到 SMS 嗰阵，的确会有条好明显嘅黄色提示，但内容咧就冇得直接睇，有啲可惜啦。佢嘅扩充性都好吸引。好似设定画面度已经有唔同嘅款式，仲有专为 Edge Mon 而设嘅 App， 够多花神啦。咁大家最关心嘅行货版又几时到呢？有传会系今个月，仲会开价8字头，真唔真？应该好快有答案噶啦。